对，这推动这社区的迄个休闲观光力。它还有可以从室内走到户外，从事一些劳动工作。但是这个劳动工作对他来讲，对于来讲哈，会当有一种运动啦，吼，对伊的身体嘛是袂歹啊。但是因为伊的身体好了后，伊因为透过这个办法以后，佮产生另外一种价值出来吼，所以即下只有一大细段影片吼，咱大家佮看一下吼。在嘉义县来讲吼，阮丁菜园关怀站是嘉义第一间94年成立的吼，啊，伫遮已经有7年的时间，这7年当中嘛带动其他的社区，好像陆陆续续成立的社区关怀站。但是阮即马到旧年吼，因为阮即马已经到今年7年了嘛吼，到旧年我们又把社区关怀站做一个转型，转什么型？就是阮即马转功能型，功能型就是即马无甲内政部。啊，是社会青领的补助，因为阮社区即马跟安尼运作起来吼，我们有那个盈余可以来支付这一块，所以我们自己独立出来吼，阮都无甲政府搁再掏经费来补助遮个迄个社区就对啦。社区的时阵，咱嘛看会到嘛，足支持咱个就对啦吼。所以今仔日丁菜园吼，有即马的规模，到有即马的发展，拢是社区甲咱支持，咱才有法度做到今仔日安尼就对啦。啊，以上是咱社区要发展的吼，做到即卖是阮以阮社区的迄个情形来做一寡推动甲转型就对了。其他的社区不一定爱跟阮同款，只讲吼，大家吼做一寡分享，阮是安尼做，啊是毋是？今仔日借由今仔日吼，咱请会长来甲咱讲着，好无？我看恁即卖恁车城社区老人会会喜欢哪？来自中管所哈，阿兰查查乡在老人会这中间哈，我简单甲咱大家说明一下。咱这个所在，我来第二摆，来第二摆哈。但是我来这了哈，等于关刀你知影哈。现在也在做生态旅游啦吼，咱参考来有一个旱季哈，旱季哈，阮兜嘛有咧创旱季互人食哦，我咧做生态旅游，即以前是请人，即嘛咧趁钱啦，因为你若婆婆请人，咱无迄个经费，咱无迄个经费，吼，咱还有一寡收入，咱的收入变来发展，咱咧土豆仔咧。咱就个北港遐种土豆，就土豆。但是你若讲，咱乡村的土豆甲因遐的土豆，区别无共款。大家来到阮顶菜园啦吼，有迄个时间，有迄个机会，哦，咱看阮顶菜园，上好起来是吧？吼，来恁社区来观摩一下，安尼好。好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。好，哥等。八串要予哥转啦，十月十二年讲心头酸啦。再见喽，谢谢哦，爸爸。感恩，谢谢哦，再见了哈，谢谢。好了，谢谢，拜拜。也感恩哦。谢谢。